12年前被拨乱的青春，那么你不会忘记在记忆中留存的他们。一个经典的组合，永远的 F 四。如果道歉有用的话，要警察干嘛？如果能倒立起来，然后流出来的泪就流不出来。我们之间的友情，不是比任何东西都坚固吗？一个女人的保存期限只有一个礼拜。12年前，四个花样少年是一代人心底最纯真的爱恋，即便他们后来选择单飞，但依然无法浇灭观众心中那份浓浓的期盼。我们相信青春不朽，相信最重要的东西从未改变。今天在这个舞台上，在当年的那款旋律中，全亚洲的偶像团体 F4 真的回来了。那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？情非得已。真的很好听。那你慢慢唱哦。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，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，握你的双手，感觉你的温柔，真的有点透不过气。你的天真我想珍惜，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。哦哦哦，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，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，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，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，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。什么原因？我竟然又会遇见你？我真的真的不愿意就这样陷入爱的陷阱。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，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，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，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也是用尽会情不自禁，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，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，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。终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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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身后，为你复制一片天空，不知你的甜蜜伴你寂寞，梦想的重量全部都交给我，牵你手走走走，看在大哥怎样有了我，再也不会迷路方向，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，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，要你相信我的沉默，以为我真的爱你，牵你手跟着我走，风再大又怎样，你有了我再也不会迷路方向，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，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，要你相信我的爱只肯为你勇敢，你会看见幸福的所在，开心，因为就是又看到自己的兄弟，而且重点是看到他们越来越好，真的很替他们开心，然后很高兴有这个机会，谢谢江苏电视台给我们这个机会可以站在这个舞台上，谢谢，真的谢谢仔仔。我心情跟你们一样激动，因为大家都知道
四个里面最黏人的就是我，就是自从四年前我黏着他们之后，一直没有机会再继续黏着他们。我也希望我们能够一辈子黏在一起。那也希望所有的支持我们 F4 的朋友们，也跟我们黏在一起一辈子。哇，好感性哦！大家好，新年快乐！真的，我觉得让我很难忘的，就是现在这个画面。所以我看到在场的朋友们，我非常的感动，因为这么久了，然后在场你们还是这么热情的欢迎我们、支持我们、爱着我们，谢谢你们的爱跟支持。我们永远是 F4， 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我们永远都会在。好棒哦，笑天。大家好，我是笑天。已经有四年没有跟我这帮兄弟们同台了，那真的很开心，也感谢有这样的机会。我希望今年我们四个最好能在内地再做几场巡回，让大家跟我们一起开心，好吗？哇，那这样好了，手搭在一起，你们四个人手搭在一起，然后就代表这个承诺在2013年一定会实现，好不好？希望能实现。3、2、1。如果在此时，在蛇年江苏卫视的春晚上，是可以让他们四个人变成《流星花园》剧中的角色。哦，真的吗？可以吗？跟我们大家讲一句经典的台词，哇，那就太好了。哇！道歉有用的话，叫警察干嘛？累。当你想哭的时候，哎，你讲这个要倒立啊！道歉有用的话，要警察干什么？道明寺了。好，花泽类，花泽类。当你想要哭的时候，就倒立，这样眼泪就不会流下来。没错，我们的友情比任何东西还坚固。接下来，西门。西门，对我来说，一个女人的保存期限通常只有一个礼拜。哇！我看当时很多男生追女生都是用他们的招数吧，对不对？结果都没追到，他没有这么高那么帅啊。那倒是。对啊。哎，可是我很好奇，如果你们四个人在看彼此啊，你们会怎么样形容对方呢？哎，心态很年轻，生活不正常。什么啊？太闷骚！大过年的你讲什么什么？你说道明寺什么？太闷骚了！太闷骚了！人类史来说一下，觉得三个兄弟有什么样的改变？太极张三丰。太极张三丰。他私底下练打太极，在打太极拳。好，有那个气势哎。好，那其他的接下来，仔仔放鸽子鬼，为什么这样说？欸、对，鸽子王，家伙有一台摩托车放我家放了快3年，我怎么叫他来拿，他就是不来拿。这样怎么样？大家新年快乐，好不好？蛇年行大运，对吧？好 ，OK。Vanessa 啊，他是永远的体态先生。我本来想这样讲，但是我现在想说他大嘴巴。结果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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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有默契哦。说实话，这么多年来，其实觉得最没有改变的是 Vanessa， 因为他是一个，我觉得他是我们四个里面最积极在面对工作的人，很清楚自己想要做的东西是什么，而且绝对不会放弃。谢谢。Jerry 是永远最窝心，有时候比如说新戏啊，或者是新片在发售的时候，Jerry 都是默不吭声的那位。但是呢，花一定到，祝福一定到，所以这一点他是真的很贴心。对，可能不能再讲他太多，因为我觉得他眼睛就没睡饱。接下来呢，要到一直没有睡好，感觉眼泪一直要夺眶而出的
言承旭。对，笑天哦，笑天有好多话想跟他说。他今天就是一见面，然后他给了我那个蜂胶，然后我其实我蛮讶异的，因为我觉得过去很多时候我亏欠他很多，真的真的真的，因为为什么会这样说？因为其实我们四个如果以年纪来看，我其实是年纪最大，可是其实以心理层面来看，我觉得我是最幼稚，可是可能因为那时候经历太多事情，然后坦白讲真的还没有那么多经验，面临到那么多的很多事情，包括我觉得我们旁边很多人会有很多耳语，说真的那时候很容易被影响，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知道那时候他一定跟我相处他很辛苦，所以你也想要跟他小小的道个歉，就是你自己以前的这个可能比较像小男孩的那种脾气，好像要拥抱的感觉。对呀、啊，这个一定要的。要拥抱。很多很多事情其实都是我在顾着他们，嗯，包括你他刚封胶，我已经习惯了。我的出门前我就是哎，玩了四个人，我就拿了四瓶。就放在那个蜂胶啊，蜂胶我们唱歌的时候喷喉咙的，帮他们照顾身体。对，然后像现在是不用，像最早以前我箱子里都还要带着干，就新的内裤或袜子，都帮他们准备一份啊。就怕谁没有，我就会拿出来这样。所以其实最早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子的。那仔仔都不太洗内裤的吗？对，真的。然后我刚刚有说嘛，其实我说为什么杰瑞说闷骚，因为我跟你讲，我跟他同一个星座，我很了解，我比他还骚。但我觉得 Jerry 是这样子，就是其实他应该把心里面很多东西要放出来，然后大方的放出来，所以你应该很多就很勇敢嘛，对不？我觉得你们是真的很好的朋友，因为只有好朋友会这样子了解彼此，也只有好朋友呢会包容偶尔的放鸽子，也只有好朋友呢可以这样子记得过去的点点滴滴。所以今天四个人站在台上呢，其实大家都可以感觉到你们成熟了。不过也有很多的粉丝们会很好奇你们的幸福啊，要让他们彼此说说呢，觉得他们彼此最适合什么样的女生。我觉得 Vanessa 我很羡慕她，她要什么她自己最清楚，是她非常清楚、啊、那仔仔呢？仔仔、不是自己讲自己的吗？没有，要让兄弟来讲，你们觉得最适合什么样的女生？仔仔，我觉得她需要一个在某些时候像是妈妈的一个女生，在某些时候像是妹妹的一个女孩子。说得好，她必须要有这样子的弹性。仔仔其实我觉得是我们里面最情绪化的人，她很多事情她都心里压到受不了的时候，她才去爆发这样。所以就是我觉得她需要一个就是懂得他的这种调性的女孩子，在这个两种极端的这种情绪里面去帮他做调节。嗯，哇哦，受教受教，谢谢主导。那言承旭 ，Jerry 呢？我说实在话，那个他的感情真的，我觉得也是个谜啊。不是你说实在话，是我们都这样觉得、啊。对，那我觉得他需要一个比较刚强的，他可能他。有些地方他在退缩的时候，要有一个人去这么把他抓住。歌迷们觉得笑天分析得很好，你们三个人自己有什么话想说吗？其实都差不多了，我觉得差不多了哈，可以唱歌了。剩下可是还没有说他的、啊。我很想要看到笑天生的宝宝，一定很可爱，希望他可以赶快结婚。真的真的，他一定很会照顾那个宝宝。站在台上呢，真的是那种真情啊、哦！是，其实最真的东西是最能够打动大家的。这是为什么一站在台上的时候，这么多的粉丝这么开心，然后还有人流下了开心的眼泪，对不对？我们也很开心看到你们四个人再次的合体了。是，希望今天晚上是一个开始。对，从江苏卫视的春晚开始。继续要为我们带来什么歌曲？第一时间。第一时间，有请。这首歌要送给所有支持我的朋友们，新年快乐！谢谢江苏卫视，谢谢你们，我们永远都是你们的。
还不是。为了不要见外，把我挖起来，住个痛快，看不惯朋友有难，谁还冷冷的围观我的手心，为你握起来。烦了不要见外，把我找出来，陪你负担，续杯咖啡的温暖，一直暖到你想开，你心情的坑都让我来填满。昨天会被今天明天来取代，东西的感情不会淘汰，关系你存在。就算你我在热闹喧哗中走散，友情会第一时间赶来，让跳乱的心平躺下来，重新的呼吸艰难，深深的慢慢的。朋友只要你被孤单压得叫不出来，我第一时间送出关怀，热热的眼神被你感慨，找回那边大自然围着你，抱紧你，相信你，我确定。我挖起来，哭得痛快，看不惯朋友有难，谁还冷冷的围观我的手心，为你握起来。烦了不要见外，把我挖起来，陪你负担，续杯咖啡的温暖，只暖到你想开，你心情的坑都让我来填满。昨天会被今天明天来取代，动心的感情不会淘汰，关系隐藏在。就算你我在热闹喧哗中走散，友情会第一时间赶来，让跳乱的心平躺下来，重新的呼吸简单，深深的慢慢的。朋友只要你被孤单压得叫不出来，我第一时间送出关怀，热热的眼神被你感慨，找回那片大自然围着你，抱紧你，相信你，我确定。哦耶！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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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